阿弥陀佛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！花开见佛呀！我回个手指。这老爷子在给我们表法呀！去年的花可不是这样开的，你看看这红的。阿弥陀佛。这百合今年不知道为什么，秋季买的全是这一种颜色。 而且那天摘的时候，他不是有一个安排谁，你看就在老爷子门口旁边一边，你去，妙，你也来了，你也想照相啊，刘蜜，来，给我们刘蜜照照，过来了，哎，对了，刘蜜那有灵性的鹤呢，大拜了，阿弥陀佛。 这一小丸子它有灵性，哎呀，给他照的时候全是佛光了。悠悠，往这看，哎呀呀呀呀，你看这配合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也抢镜头哈，是不是？你抢着一个镜头啊，哎，又来一个，也给我们上镜吧。阿弥陀佛，哎，看这个，这个是谁？ 洗洗，嗯，哎，洗洗，看镜头。阿弥陀佛。刘蜜也进去，也上镜头。哎，上那跟他们玩玩。哎，你俩打个仗。哎，人家咋不打仗呢？和平相处。嗯，人家给表留和敬呢。这就是老爷子的住的房间。你看仔细看，仔细看。 嗯，看看这佛光普照啊！阿弥陀佛，老师，你这整朵花给他们拿手看看，让他们看个组头。看看这，阿弥陀佛，把花都压枝子都压完了，看看。哇，大家看着花啊，你看这个是几朵呢？一二三四五，是不是组头来的？ 你说这是不是表法？哪有这花是这样开的呢？你上面那个，不单是这一个呀，有多少个组团？这团也太多了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就需要这样的，我们佛法才能兴旺起来。你看，单看每一朵都这么漂亮，漂亮，看。今天是老爷子往生的第八天，昨天是头七嘛。 花一直是这么盛开。去年
就是没开到这种程度。去年是4月初8这早晨，一开门呢，哇，鲜花盛开呀、啊！头一天晚上开了一些，但不是全开。你看今年，比去年多出1/3吧。这花都弯着腰，低着头，表示什么？花开见佛，也不可以功高我慢，要谦虚谦卑。花都在给我们表法呀！你看下面那一团，都要挨着地了。谦卑到什么程度？嗯，真好。那你走吧，走吧。